尽在运通。主力筹码定多空啊，好，先跟大家报告很重要的消息了啊，这个礼拜六928下午1:30，又到了我们大户城市软体教学的时刻啊，软体教学自己好好把握，好不好？最近我们赖的同学已经增加到15000人啊，很多同学都亲眼见证我们的软体。啊，从上个礼拜930、910，是不是领先预告啊？向下放空，昨天100多点，昨天下来翻多，今天一早短空，今天短冲，两趟又高达140点的行情。啊，欢迎你亲眼来见证，好不好？欢迎你亲眼来见证。礼拜六下午1:30台北啊，但座位实在是有限，啊，自己好好把握。我们礼拜六。哦，大户城市软体教学，再一次的好不好？欢迎来到现场啊！好，那我们讲过今天为什么 AI 城市的时代嘛，对不对？今天量血压，我讲很不可。今天量血压，有人会去找中医师、找温太医把脉吗？啊，不是说中医不好啊，各有专长，对吧？今天你要实际的数据，你就找血压计一量就好了嘛，一分钟答案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各行。啊，这个各业有各的专长嘛。那今天 AI 城市，当然西医它讲究就是要有明确的数据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就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？所以你量血压找血压计嘛，量血糖找血糖计嘛。那你要掌握指数的多空，那你就找 AI 城市嘛。所以 AI 城市你今天为什么要拥有？为什么你尤其操作指数的？因为你有 AI 城市， AI 城市最大的优点是什么？它有什么？它有明确的多空讯号，可以预判趋势多空的转折嘛。这才是你要的软体，不是买一个软体回去还要自己猜多空，还要自己算多空，那你不很痛苦吗？啊，你血压计量完还要自己算血压，那你要血压计干什么？丢掉算了吗？你今天要一个软体，就是要有明确的讯号，对不对？你有明确讯号，才能掌握趋势，掌握大波段获利嘛。来看看 AI 城市今年从4月份，1077有没有领先放空？为什么？回答我 ，AI 城市转空嘛，这里就转空了嘛，这里就转空了嘛，4月份就转空了嘛，一空下来是不是800点？有很难吗？接下来有没有 AI 城市怎样？由空翻多，1027一翻多上来，自己看一下，又700点，哎，这一来一回，这已经是1600点了。好，7月底1099是为什么叫你放空？来，所有全国用户，答案是不是很清楚 ？AI 城市再度由多转空 ，AI 趋势哎城市转空，趋势力道转空。一杀下来多少点啊？啊啊，多少点啊？不就又800点了吗？800、800、800、2400啊！从8月份10149，你要猜吗？啊，你告诉我你要猜吗？翻多，翻多，翻多，到上礼拜又800点，1234，4趟，今年4月份以来4趟的800点，所有全国的用户。这对我们所有全国用户，这4趟800点、3200点的行情是什么？送分题呀、啊，这不是送分题吗？空，800点，多800点，空800点，多又800点，不送分题吗？上礼拜来到，对不对？大涨到1097，很多老师又发疯了，又跟你讲上看11000、12000又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上礼拜外资还大买170亿啊，那上礼拜 AI 城市跟你讲什么？啊，跟你讲什么？第一来到什么下降压力，第二呢，趋势力道已经导播稍微拉近一点，趋势力道已经由什么呀？由扩散即将收敛嘛，有没有？上礼拜在这里，是不是已经警告你了？啊，准备收敛喽，而且是不是跟你预告会跌破上升趋势线喽？这两天有没有发生？有没有开始收敛？
亲眼见证嘛，所以从上礼拜告诉你，逼迫满足点已经到了哦，不要再追高了哦。反弹满足要干什么？白纸黑字一个字叫做空哎。上礼拜1097，谁敢告诉你空啊？AI 程式都跟你讲得很清楚，所以上礼拜你只要加入张老师的 LINE， 现在15000位同学，只要加入我们的 LINE。 是不是每次第一时间主力筹码多空讯息跟你分享啊？啊，9月19号哎，9月19号当天大涨，外资买170亿啊！来，大家找 AI 程式一找9305，9305到945，请你放空，放空，放空，来导播，看一下几点？8:50，叫你9450，9:07，9305再加空啊！一早哦。 从8点多到9点7分呢，当天到了9点半还在93.6，你不要跟我说空不到哦，对不对？一早93.05，9点7分叫你高挂空，有没有？啊，通通空得到。23号9点48分，9月23号全国赖的同学10196再空，再空，再空，9月24号。 8:59，够早了吧？一开盘9101，8:59再空。昨天麻烦你告诉我，125点了，这都提早就跟你讲的嘛。从上礼拜已经告诉你逢高要把握短空嘛，告诉你会修正嘛，对不对？已经告诉你上下降压力逢高要短空操作，行情要开始修正。 会有白点的波动，所以上礼拜开始积极的叫你空，9309、916、910，一下来125点。好，昨天大跌125点啊、哦，昨天 AI 程式怎么交代 LINE 的同学啊？昨天 AI 程式9月25号，昨天呢、哦？昨天急杀大跌125点，你在干什么？昨天10点杀到10805，对不对？ 你的老师上礼拜拼命做多，昨天赔100多点。昨天下来，你的老师开始又拼命放空了，又开始拼命看空了。我们上礼拜 AI 程式苦口婆心告诉你会拉回短空，都给你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这个礼拜是不是沿着下降压力拉回？是不是100多点？是不是先送你125点，一口2.5万，5口12万？昨天大跌125点，昨天全国赖的同学。 麻烦用眼睛见证，昨天大跌125点，昨天9月25号 ，AI 程式10816、10816怎样？翻多，真的假的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事前的预告，事前的证据，就昨天讲的啊，对不对？从上礼拜就是拼命叫你啊，从9月19号告诉你930赶快空，对不对？9月19号945，对不对？ 93赶快空，9月23号916再空，对不对？9月24号9110再空，昨天是不是125点？昨天大跌10点钟跌到10805，来，昨天全国赖的同学 ，AI 程式10816怎样？哎，短多哎，告诉你会反弹哦，跌升告诉你会反弹哦，也交代你反弹上来我们还是怎样？反弹上来我们还是准备要空的，你不要搞错哦。昨天已经跟你讲了，来来来来，导播拉近一点。 昨天9月25号10:32，10:32，10816怎样翻多？时间价位清清楚楚，这就是 AI 程式的优点嘛。816翻多，10:32，有没有？昨天10点钟杀到805，10点半告诉你816开始翻多，预告会跌升反弹，有没有？昨天事先讲。 有本事就要事先讲啦，不是昨天跌了开始在那边看空，就很好笑啊，对不对？有本事就要事先讲。我们昨天有没有跟你全国赖的同学给你预告？我们上礼拜有没有跟你预告空？从930有没有跟你预告空？啊，上礼拜如果没有，不要客气，打电话进来，我赔你125点嘛。昨天大跌125点。 所有赖的同学15000人有没有跟你预告翻多？816告诉你翻多，跟你预告短线会跌升反弹，有没有？有本事就要讲在前面嘛。昨天10:32，816翻多，告诉你预告会跌升反弹。今天一开盘，请你告诉我。
今天一开盘，请你告诉我，啊，有没有赚钱？快要80点嘞！我们一再告诉你，指数的操作，你每天能够实实在在掌握50点的行情哦，一口哦，每天50点，一口月入多少？20万嘛。但是你的问题，你必须要有明确的讯号，不是跟你讲每天讲最高最低，什么最大最小，讲那个干什么？多就是多，空就是空。从上礼拜空就是空，上礼拜930、916空就是空。昨天大跌下来，告诉你多就是多，816多是多。昨天就讲的，今天一开盘是不是将近80点？好，今天大涨干什么？来，今天大涨啊！来，全国投资人，今天大涨，来亲眼见证，全国赖15000位同学。今天 AI 城市一早9:2310889怎样？889怎样？空哎！昨天大跌125点，跟你预告10816翻多，对不对？今天一早是不是79点？今天一早冲高9:2310889空，来亲眼见证。AI 城市的优点就是这样嘛，啊，今天一早来导播，一早冲高哦，对不对？哇，冲好高哦，啊，你的老师又在看多了，今天一早是不是冲到导播稍微拉近一点，是不是冲到10895啊？自己眼睛见证了 ，AI 城市一早冲高，接下来10889 ，AI 城市趋势力道一早冲高，有没有看到？由多转空，然后呢？10889，这是什么空？来，几点几分？9:23，10889空。一早，今天一早，你的讯号是什么？箭头一大堆，啊？还是你的老师又跟你谈最高最低？啊，今天最大最小，一早就是一个讯号，叫做空。所有全国的用户，自己眼睛亲眼看一下，一早10889就是空。所以今天全国赖的同学15000人，今天一早冲高9:2310889就是空，不要啰嗦，你要赚钱就是空，一天50点，月入20万，来亲眼看一下，导播这里一起照哈。好，一早10889空号，来我们看一下哈，有没有获利？当时空啊，哎，过了10分钟还在89几。过了10分钟都还在89893呢，哦，导播是不是很，可不可以调亮一点，啊，对不对？过了10分钟都是还在893呢，你通通空得到哦。来接着看啊，获利有没有6点？哎，10点了啊，获利开始10点了哈。来 AI 城市有没有亲眼看一下，是不是一空到底啊？开始赚10几点了哈。再来呢，是不是？再来呢，哎，20点了哈。哎，张老师，哎，开始赚20点了，没错啊。AI 城市的好处就是，做多做空讯号清楚，不要你猜，不要你算，连获利都是帮你计算，对不对？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赚10点，对不对？哦，赚10几点，再来，对不对？20点了啊，20点，哎，再来30点了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啊，再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是不是？哎，赚40点了，对不对？AI 城市是不是还在空，还在空方，赚多少点？全国投资人赚了多少点？导播拉近一点，自己看一下。后来这一笔空单889 9:23，通通做得到，空得到，后来的获利是不是高达将近快60点了？就这么简单嘛。所以今天一早你有 AI 城市，一早9:23就是一个讯号，叫做空嘛。你今天做多做空，你要赚钱，第一要有明确的方向，明确的讯号，不是跟你讲最高最低，对不对？那讲最高最低干什么呢？一开盘9:23，全国赖同学通通有，就是空。9:23一空下来，麻烦你告诉我，是不是60点？是不是60点？自己讲就好了，就一个讯号哦。啊，你自己的软体今天箭头多少个？7、8个。对不对？箭头上下上下下下上一大堆，今天一早 AI 城市一早889就是空，你要赚钱就是这样干干净净、清清楚楚的讯号，而且 AI 城市是不是一蓝到底、一空到底？
那不就六十点了吗？啊，所以亲眼看一下啊。昨天大跌125点 ，AI 城市816翻多，今天一早是不是70几点送给你？接着9:23889反手请你短空，反手开始短空操作，空下来又60点，光是今天一早，昨天816翻多，今天一早，对不对？79点反手短空下来60点，一多一空两趟，今天开盘先多，对不对？一多再空两趟，请你告诉我140点的行情。这又是所有 AI 城市的用户今天这140点送分题啊，送分题啊。你今天一早你的软体一早9:23是什么讯号？自己问问自己啊，你来比比看嘛。你今天赚钱不就是这样子吗？不就是要一个干干净净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讯号，不要你猜多空，不要你去算多空，你就是要一个答案嘛。19:23889就是空，你这样下来才能清清楚楚掌握到这整个将近60点的行情嘛。昨天的多开盘79点，反手空60点，对不对？一多一空两趟，不就140点吗？轻轻松松，明明白白，干干净净，对不对？像韩国瑜讲的那句话，宁愿干干净净的输，对不对？不要肮肮脏脏的赢。今天做软体，你就是要清清白白、明明白白、干干净净的赢嘛。你不要糊里糊涂的输嘛。你不要买的软体回去，每天跟你谈最大、最高、最低，对不对？每天跟你呼多呼空，每天给你箭头7、8个。到底哪个对也不知道，你要就这样很清楚嘛。来，导播再拉近一点，一早889空，对不对？到最后的获利是不是将近60点啊？ AI 城市一早由多转空， AI 城市是不是一空到底啊？不就60点吗？你要就这个东西嘛。哦，不是每天讯号给你7、8个啊，那拿对的讯号来讲，不对的就不讲，你不能这样子，好吧？所以 AI 城市的用户啊，今天多空两趟有没有50点？你自己讲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又是140点，今天短冲两趟140点的行情，好吧？好，欢迎有任何问题，礼拜六下午1:30来台北，欢迎所有的同学来见证啊！啊，现场我们老会员也都会来哦，懂不懂？啊，你去参加别的演讲，那个老会员他都不敢叫你来，因为怕你讲真话。我们欢迎老会员来，老会员来他才会讲他的真话。用了张大文的 AI 程式以后，多开心啊！每天方向清清楚楚，不会迷迷糊糊，好不好？恭喜大家，今天短冲两趟140点的行情，大家通通拿得到、做得到，对不对？今天早上短空也60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股票操作，那更是重要了哈。AI 城股票更是要了解主力筹码，对不对？到底进货出货？今年我们一路请大家啊，对不对？不论在 LINE 也好啊，全国媒体一路请大家一路重压锁定的四星，70、80天天跟你讲，涨几倍啊？啊！真的涨几倍啊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看清楚哈，张老师是怎么样用心对待你们的？从70、80天天讲，涨到166，对不对？那上礼拜来到166，也拜托你不要再追了，我也拜托你不要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真的就有台湾就有一些老师上礼拜166，开始叫会员去买四星，我也没办法，就是有这种天才老师，我只能讲他天才。70、80不买，160叫会员去买，那我要怎么讲？台湾就是有这种事啊，好不好？我叫你不要碰，我告诉你，四星第二，大富贵，大富贵，大富贵，有没有？大富贵有没有？上礼拜还在9字头，啊，24号涨停，昨天119，自己看看涨多少了？不到一个礼拜了，啊，短短3天涨了20%了。3天涨20%了，而且创新高，好不好？大富大贵啊，其实大家都知道是谁，好不好？
大富大贵会涨到哪啊？很可爱。那今天又有一档也是底部起涨的股票，也值得你好好的珍惜把握，好不好？我把它称为底部起涨大富贵二号，对不对？跟上礼拜大富贵一样嘛，底部要发动了嘛，啊，自己看一下，对不对？不到一个礼拜涨两成，100万就20万，200万就40万。跟你讲，大富贵二号同样。 底部起涨，主力筹码翻多，好不好？好好把握一下，啊，那四星第二大富贵，好吧？那大富贵目标价多少？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， 来加入我们的 LINE， 来电抢先，好吧？好，那欢迎礼拜六下午1点半，啊，程式软体教学。 下午1点半，好不好？欢迎来现场，老会员、新会员通通欢迎来现场，啊，老会员进一步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教学心得嘛，啊，老会员操作的心得，老会员也来现场，没问题，啊，新会员来，你来看看老会员是怎么开心，怎么样开心的操作赚钱，好不好？欢迎老会员、新会员通通来现场，一起见证。 稳住抓住桌角，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，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。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，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。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。华信投顾，02-239-2398，02-239-2398。 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，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。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，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。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。华信投顾，02-239-2398，02-239-2398。 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。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。华信投顾，02-239-2398，02-239-2398。 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。 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，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。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我的车啊，油门一吹下去，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得见我的车尾灯。这么神气哦！他很怕，先吹一下。对我那么好，安慰我。麻烦自己帮我切一下。 先生，这么神气哦，还把警察当酒友，你刚刚肇事了，人家是要怎么样看得到你的车尾灯？你在不信心酒测，你将送你去医院血检哦。酒驾，零容忍，全民同心，反酒驾。现在公路危险，注意，一送罚办。好，指数操作为什么一定要AIA程式？你要有明确的讯号，你明确的讯号，明确的趋势，你才能掌握大波段的获利嘛。今年4月份叫你空800点，5月份翻多800点，7月底赶快空 AIA 程转空又800点，翻多又800点，对不对？好，从2个礼拜前1097逢高请你空嘛，有没有领先预告？有没有？ 9305，9月19号赶快空啊！哎，当天到了9点半还在936啊，通通空得到。23号916空，24号910加码空，昨天125点，昨天大跌。来 ，AI 城市跟你预告816816，短多，告诉你会反弹哦，跌升会反弹哦，但反弹压力我们逢高还是会空哦。昨天我们先跟你讲，翻多也跟你讲，上来我会再空哦。 今天一开盘，你告诉我895，是不是又70点？是不是70点？今天一早我有没有带你空啊？来
全国26号今天一早9:23 AI 城市有没有带你空？889空，有没有？来亲眼见证。因今天一早 AI 城市10889有没有带你空？一空下来有没有60点？有没有60点？对不对？今天短冲两趟，你告诉我多少点啊？140点的行情，又是今天 AI 城市送分题。你不用羡慕，你来现场，这就是你该拿到的，好不好？欢迎礼拜六1:30来台北现场，不能来现场的，你赶快把 AI 城市带回去，跟着操作，好不好？欢迎礼拜六1:30来见。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订阅运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机在手，走到哪看到哪。 YouTube 24小时线上直播最及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选随看真方便。 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随时随地和您 online 在一起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。